要拿那个章章。哇，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很像山洞哎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蚯蚓找不到地方了。Hello。拜拜，拜拜。星星，那是长颈鹿的尾巴，尾巴。哇！来拍拍照哦。蹦蹦，蹦蹦，好有趣，蹦蹦，哪里？看不出来。看什么东西？等下去这里没东西。你说蝌蚪？不对，是小鱼。哪里？松鼠哎！他走了吗？他走在树的后面，在哦，哇！哎，它的尾巴怎么那么蓬啊？它怎么那么厉害？哦。我超喜欢松鼠跟小老鼠。哇，大自然呢。再见了，爸爸。再见。
萱萱。嗨，星星。田寒萱，不转过来我就不陪你了，拜拜。我要下去。为什么？我要下去，你先溜看看。好吗？嗯。哇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。有点夸张啊，好像有点太重了。你要断掉哦，妹妹都快吓死了。为什么？跑掉！好棒！阿宝！阿宝！你有溜吗？没有。啊，你敢溜吗？哎、欸、喂喂喂！小丽的，喂，有人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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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叫大声一点。有。来，来我们。哇。好，用力。娟娟跑过去，快点！我追你，快点！我追你啊！来了！要跑到哪里？跑到那个最底，一二。你要哪里呀、啊？那个灯，那路灯，啊，一二三。
要跑回去妈妈那边，第一名。好，我要跑了。在那里穿来穿去干嘛？啊？好啊，再一次啊！好追！哎！好了。谢谢，啊，你流汗呢？我们冲最后一次哦，一二三。从要路灯啊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哎，过去。那冲回来哦。